观众，许冠文先生。他哋話喺紅館開一個13000人嘅棟篤笑係非常困難嘅，但係今晚喺各位嘅支持之下，我哋夢境成真，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支持 ，thank you， 多謝。嗱，大家，我知道諗緊咩㗎啦，一睇呢件衫就知道完全唔係我嘅性格嚟嘅，但冇辦法，三個老闆都話：喂！你齋講喎，大佬，收人幾百蚊齋講，都俾翻些少人睇啊！冇嘢睇，著翻件衫啊，咁啊搞到咁。嗱，老老實實，大家咁高智慧嘅觀眾，使唔使搞到咁啊？要唔使？嚇？嗱咁啊，我周身唔自然嘅，係咁樣走就個老闆嘅啫。咁一陣間咧，我下一個框下完之後。就換翻自己嘅衫好唔好啊？好嘅。哇 ，Hello， 全部啲死黨嚟曬啦！咦，咁多親戚都嚟埋，係係，嚇，叻啦 ！Oh， thank you， 多謝。咁多死黨嚟曬朋友啊！我思怡今晚啲飛咧，26000張飛，可能個老婆買曬我嚟派嘅。啊，請問你哋係咪個老婆送俾你嘅？唔係好啲啊！山頂上嘅朋友咧，今晚老老實實啦，我係特別會照顧你哋嘅，因為我多謝多謝，因為今晚係歷史嚟嘅，從來冇人試過肯俾咁多錢坐到山頂咁，明知道我面口你睇唔到嘅。OK， 我知道咧，世界上對我最好嘅 fans 就係你哋嘅啦，已經係嗱今晚，雖然你睇唔到我面口啊。但是因為有情在，我哋今晚就靠通靈了好唔好？靠通靈啦 OK， 我關俾少貼士你哋先啊。我覺得好奇怪噶，80蚊嘅飛同150蚊嘅飛嗰一行咧，係爭3尺位嘅啫。啊，即係你只要係咁樣就80，咁就150，80，150。呢個邊個設計啲咁嘅嘢嚟話？真係啊！唔係嗱，咁就著數咗。多少錢啊？70蚊啊！啊，呢個仲離譜，250蚊同400蚊飛啊，係爭1尺嘅啫，喺嗰度，即係話咁就250，咁就400，250，400，250，400，邊個設計啲咁嘅奇怪嘢啊？真係，嗱，不如你小心啲吧，唔好咁太多啊！如果咪傷咗條骨咧，睇醫生都唔夠俾啊！好嘛？嚇？點解我咁老土？點解我咁老土啊？即係打呢啲胎啊！嗱，老老實實啦，我一定打呢啲胎嘅。我有個老友記阿謝賢咧，成日鬧我，佢好心你啦。哎呀，你登台應該著翻啲年輕人嘅衫，最好係著啲16歲嘅。有啲青春嘅感覺，我話你不如咁樣男屎片啦，咁你有16個月嘅 baby 感覺添嘛，係嘛？哎呀，好青春啊！你話咩話？好靚靚仔，靚仔係嘛？冇，哦，我有冇改容？嗱，我冇改容嘅喎，係咪幾靚仔嚇？啊？嗱。我就唔贊成人哋改容嘅，我老婆都唔贊成。我哋千祈唔好塞嚿嘢落個鼻度，又塞嚿嘢落個下巴嗰度，又塞2嚿嘢落個胸嗰度。咁啊，將來你死咗之後啊，你啲孫同你執骨嘅時候，就問佢阿媽：點解阿嫲嫲嗰啲骨裏邊咁鬼多塑膠嘅咧？咁點答咧？我哋唔好啦。哎呀，所以大家改容嗰啲小心啲啊！
啊，最後我答覆一個，好多人問我問題，即今晚講乜鬼嘢？嗱，老老實實，今晚咧，本來我就預備講兩個鐘頭嘢嘅。今朝早咧，我媽媽又打電話嚟話，佢喂，我今晚好多朋友一齊嚟嘅噃。各界的朋友都有的噃，你千祈不要得罪他哋，尤其是醫生啊，如果唔係吉針都好痛噶嚇。咁我老婆跟住又話：喂，文書話今晚有一半的高官嚟咗嘅噃，你千祈不要得罪他哋噃。如果不是你將來啲電影咧就不通過添噃。咁跟住我哋三個老闆就話：喂，你不要得罪大公司喎，如果不是 sponsor 都冇埋喎。最後我女兒原來帶了一批朋友嚟。他話全部宗教朋友嚟嘅噃，你唔好得罪宗教喎。如果我好尷尬，咁啊刪曬呢啲嘢之後，兩個鐘頭就得翻一個鐘。好啦，這個鐘咧全部都係講董建華嘅，就辭埋職。咁啊，剩翻五分鐘，真嘅五分鐘就講曾蔭權嘅，但今晚都嚟咗，仲帶埋。我哋唔好公開喺邊度啦，仲帶埋兩個保鏢，喂有槍噶喎，你得罪真係上嚟搏你噶喎，咁所以咧就剩翻兩分鐘，嗰兩分鐘頭先就講咗啦，即係而家可以多謝大家散會。好啦，閒話又提啊，著住呢件衫咪周身唔舒服，我而家揾個乖乖女咧上嚟同我換翻自己嗰套衫得唔得啊？OK， 嗱，我個乖乖女喺邊度啊？而家啊 ，Michelle， 眨下眼咁大個女啦嚇，而家教書。Thank you。OK， 在節目未曾開始之前啊。我想將大家帶翻入個時光隧道裏面，重温我哋昔日温馨同浪漫嘅日子，好唔好 ？OK， 話説咧，五十年代，我爸爸媽媽就將許冠文、武、英、傑四兄弟就帶咗嚟香港。嗰陣時我哋寄人籬下，住喺鑽石山。一家六口一張床，好慘，飯都唔夠食。咁我爸爸就話：嗱，呢度叫做香港啊，我哋住住一年半載嘅咋，好快就翻鄉下噶啦。呢度最緊要嘅就係錢、錢同埋錢。所以我哋長大咗之後咧，就認為錢係最重要嘅。所以初初我拍嗰幾部電影咧，全部主題曲。都是錢錢錢錢，成日要錢多 ，no money no talk， 冇錢乜都和 ，no money no talk， 仲記唔記得啊？我叫呢個時代叫做為兩餐乜都肯制嘅前世嘅時代嚟嘅嚇。喺呢個時代咧，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雖然冇錢啫噃，但喺啲日子咧係好温馨、好浪漫嘅啊！淨係唱情歌啊，首首都心兩牽。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记住啦，只只歌都系夜夜念炉叫，轻轻把名叫，哇，净系叫下个名啫，都要轻轻咁嘅啫，真系几浪漫咧嗰阵时系咪？而家啲情歌咧就冇乜情嘅，你觉唔觉啊？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啊！苦过汤，渡过火，沿途为何伴爱河啊？哇！你冇乜情嘅啊？又或者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最少可会迷人。猫狗都情愿做啊！最近我个女同我讲，佢话佢死咗啦，我想同佢一齐死埋啊！我是不是你男朋友死了啊？不是一隻貓啊！現在這個時代呢，就變成一個這樣的時代來的。說話也是啊，以前說話，因為我們看得粵語長片多呢，很長氣的。
但是非常温馨的，个个都好似阿张活友同阿白燕讲嘢咁。阿燕妹，倘若你真心爱我，都唔使喺埋一齐嘅。我认你做妹，我系你契哥，咁我哋可以兄妹咁相亲相爱噶嘛？哇，几鬼长戏啊！但系好浪漫嘅。而家呢个时代讲嘢系点样嘅咧？个个学晒董建华，点样复杂嘅嘢都唔会超过两个字嘅啫。50万人上街噃，你点睇啊？早晨，你辞唔辞职啊？早晨。所以咧，以后香港人学晒嘢，点复杂都好啦。你俾老婆踢斗捉到，要你解释，你唔使多讲嘢嘅。早晨啊，早晨啊，咁啊掂晒噶啦，吓。仲记唔记得有咩温馨噶？追女仔都系喎。以前我哋追女仔咧，就约佢食50餐饭，都唔敢锡佢一啖嘅。而家咧，你约女仔出街，第一日佢就锡你一啖先，搞到你都唔知道应唔应该仲约佢食饭咧？吓、啊，你约佢食饭做咩啊？因为要锡佢一啖啫嘛。而家我锡俾咗你啦嘛，仲使乜请佢食饭啫？吓、啊，所以我时时同个女讲，你而家拍拖啊？你唔食翻110餐饭啊！你都千祈唔好锡佢一啖啊！如果唔系啊，你面包都冇得食嘅话，你听。而家啲女仔点解咁多嫁唔出嘅咧？香港好多女仔嫁唔出嘅喎，点解咧？唔系因为你冇隆胸，系因为你一早锡咗人一啖啊嘛！本来你面包都冇得食啦，真系。以前好离谱嘅喎，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就算买避孕套咧，都好浪漫嘅喎，吓、啊、拖住个女仔，就如果杂货铺门口匿埋先，又自己戴顶帽，戴晒眼镜，摄下摄下咁啊入去铺头里边，就扎低买烟仔，阿老板唔该。一包万宝路，一包沙龙，诶唔该，顺手俾一包隔篱嗰啲嘢俾我，隔篱嗰啲，咁啊梗有个老板咧个样咧就成个曾庆子嗰啲款嘅，啊，成个道德重整会嘅主席咁嘅款嘅，隔篱嗰包咩啊？香口胶啊？唔系过少少嗰包咧，朱古力啊，唔系啊，再过少少嗰包咧，咧，啊，避孕套，避孕，你几多岁啊？你几多岁？鸡感觉出翻嚟，嗱谂翻咧就觉得啊，嗰阵时就好惊啊，而家回忆真系非常浪漫，点解咧？因为呢个浪漫冇晒啦嘛，而家。而家買避孕套係點噶？呵，仲記唔記得？你咁好笑，梗係唔記得啦，記得。大模私樣行入 7-Eleven， 伙計，兩包杜蕾斯超薄超滑避孕套啊！一包士多啤梨味，一包 Vanilla 味。嚇？咩話？你唔中意 Vanilla 味啊？啊，对唔住，两包士多啤梨味至真。吓、啊，你上个礼拜同阿 John 用过士多啤梨味，你唔中意啊？啊，对唔住，全部香蕉味至真。仲有啊，唔好俾啲大陆货我啊穿窿啊！一闪过三个仔出嚟，你养啊？而家就冇晒以前嗰啲啊温馨同浪漫啦、啊。仲有咩唔同咧？你覺得喺以前有一樣嘢好特別嘅，你知唔記得？以前乜嘢買乜嘢日用品都好咧，最緊要就要襟用，係啦，要襟用啊！小田哥係嘛？係啊，小田哥。譬如買個電話咧，你就希望可以用10年8年噶嘛。如果而家咧，你買個手機，你估可以用幾耐咧？
你话可以用几耐咧？一个月唔系啊，一日啊！因为第二日就有人话俾你听，对唔住啊，你个款过咗期噶啦，我而家都可以影相噶。咁到你嗱嗱声话佢影相嘅，佢话对唔住啊，你个款就过咗期啦，我而家都可以上网噶。到你嗱嗱声话佢上网嘅，佢话对唔住啊，你嗰个期过咗款噶，你个款，我而家都可以睇电视噶，激到你死人嘅啫。好啦，搞到我而家咧，好简单嘅啫，见到朋友啊。我而家打死我都唔拎个手机出嚟先嘅，好似话事啤咁，嚟嚟睇边个先啦，嚟，睇边个拎出嚟先啦，嚟嚟嚟 ，show hand 啊！如果佢一时不慎拎咗个手机出嚟先啊，哈哈，佢死啦！个款如果唔够我身啊，佢死啦！喂，对唔住，你呢个机过咗期啦，啊！而家我呢、这个。可以睇电视嘅3G 啊！啊，听晚你喺边度睇大长今大结局啫？啊，我喺许冠文嘅 show 嗰度睇嘅噃，啊，一路睇住许冠文嚟笑，睇住大长今嚟喊，一路笑住喊，喊住笑啊！啊，咁你坐喺边度睇啫？喺个客厅啊，咁鬼闷啊，阴公啊！而家呢个时代买嘅手机都系咁样嘅，啊！总括嚟讲咧，我觉得点解以前啲日子会咁鬼浪漫嘅咧？而家系冇咗嘅咧？原来有一个好大嘅理由嘅，系一个嘅啫。因为我哋以前系冇手机噶嘛，我哋以前你谂下，约个女仔行个跨山顶。一路行一路拖手仔，都唔知几浪漫。而家你行山顶，你拖手仔都未人拖咋？啲手提电话就铃铃啷啷、铃铃啷打嚟，乜嘢浪漫都冇晒啦。打亲嚟咧，就梗系问你三个题目，边三个啊？你喺边度啊？你做紧咩啊？你同边个做紧啊？关你鬼事咩？唉，你讲一讲啦，系嘛？咁所以。冇乜浪漫嘅手機之後，尤其是你同成班朋友食飯咧，就慘啦！成餐飯咧，你有冇留意到咧？梗有一個人講緊手機嘅，嚇、啊，梗係講緊佢啲公事家事，你要聽曬，咁啊點會浪漫呢係嘛？尤其是如果你隔離坐咗一個朋友係做醫生嘅咧，咁你就慘啦！佢一定開手機噶嘛？喂，醫生啊，我個痔瘡爆咗啊，成褲都係血，咁點搞啊？啊，嗱，你定啲唔使驚，攞張廁紙出嚟，揾隻手指篤翻佢入去得啦。咁你坐隔離就唔使食得啦，點樣浪漫啫？啊，佢又冇事噶噃，個醫生，嗰位醫生我死當嚟咗添啊，今晚佢又直情。唔該，誒遞埋嗰啲茄汁過嚟，嗰啲沙律攞埋過嚟啊！啊醫生啊，我而家篤嗰條腸入去，嗰條腸穿咗啊，嗰啲嘢擠曬出嚟，點搞啊？都話叫你唔使驚啦。唔該，遞埋啲沙律過嚟啊！喂，今晚呢件係咪 Kobe 嘅啲牛肉幾靚喎？啊，嗱，定啲喺雪櫃嗰度攞個冰。塞住個肛門就得噶啦，咁你咩浪漫都冇曬啦，點樣食飯啫？嚇，係嘛？咁你會話冇人叫你一定開手機嘅大佬啊，你刪佢得唔得啊？講咁多嘢，得唔得？唔得噶！而家呢個世界，啲朋友一知道你有手機咧，你刪機啊，你死啦！琴晚打幾次電話俾你。唔通又唔开机懒神秘咁，以后都唔打啦。喂，我大佬，我有乜理由需要全日开住架手机嚟等你打电话嚟噶？世界上就只有两种人需要24小时开手机嚟等人嚟应召嘅啫。一个就系医生，一个就系做鸡嘅。咁我又唔係做醫生，我又唔係做妓女，咁我點解要全日開住個機嚟等你應召啫？
我老婆话唔系噃，老公都要噃。吓、啊，我老婆点解咧？医生就要救命啫。啊，妓女就要救火啊。咁老公救咩啊？救钟啊，翻屋企啊。死未？吓、啊，救钟啊！所以呢，今日啲男人嚟睇呢個 show 就抵啦！我忠告各位啊，如果個老婆或者情人啊，一唱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之後，失驚無神送個3G手機俾你呢，啊，咁你個噩夢就開始噶啦、啊！你話如果你想得閒無事走下私啊，啊，拖個神秘嘅女朋友去到武尼宮咁遠間餐廳。就以為開始香檳腳個扒浪漫下，你就死啦！因為去到邊度啊，梗隔離坐咗一個你老婆嗰啲姨媽姑姐，畫死黨就及到你，就用佢嗰架3G手機就現場直播俾你老婆睇，咁你老婆咧就睇住你嘅畫面，用另外一個電話打俾你，就問你。你喺边度啫？喺大排档啊！做紧咩啫？食紧鱼蛋粉啊！同边个食啫？一个人啊！咁坐喺你对面嗰只系咪摄青鬼嚟噶？啊啊啊！咁你就死啦吓！咁、啊、你可能话喂，可能3G电话男人唔中意噃，女人好啱啊嘛？女人都唔中意噶，原來根據統計啊，原來世界上女人買手機嘅數目咧係多過男人一倍嘅，係因為一半女人嘅手機係跌咗落去廁所嘅馬桶裏邊濕咗整唔翻嘅，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咧，大部分女人講手機嘅時間就坐喺廁所度講嘅。是不是我老婆一个朋友就整容17次，那个面呢眼耳口鼻都整到弯晒，落了妆之后仲犀利过 Michael Jackson。 有一晚他坐了在个厕所里面，就用3G电话打电话给我老婆，就不记得了自己没化妆。我老婆刚刚在那边看着午夜凶铃，一按就以為是精子打俾佢，哇嚇拉救命！即刻將個電話又抌咗落馬桶裏邊。OK， 總括嚟講，喺呢個為兩餐乜都肯制嘅前世嘅時代咧，大家記唔記得？我哋雖然冇錢啫，但係好有情嘅。但香港眨下眼，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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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進入另外一個時代咯噃，大家記唔記得咩時代啊？啊！香港開始起飛了噃，成為亞洲四小龍了噃。嗰陣時股市又起，樓價又起，正係排隊啊炒樓，攞咗條籌啫，都賺萬幾蚊嘅，個個唔使做嘢，唱歌都驕傲過人嘅。嗰陣時尤其就係叻喺度係咪嚟咗？阿叻嗰只最威水啦，叻我自叻，我連玻璃都變鑽石，哇！嗰時香港人幾驕傲啊！我叫呢個時代咧，叫做魚翅撈飯時代。嗰時真有幾間餐廳咧，離譜都叫做魚翅撈飯嘅喎，咁之多嘅嚇。大家仲記唔記得嗰陣時點樣買樓噶？點樣買樓啊？問人哋呢度幾多層高啊？20層，全部 A 座俾曬我。咁當然啦，後來呢個人亦都20樓跳翻落嚟啦。咁啊，呢個後話。但係嗰陣時，因為個個環境好咧，個個都著曬名牌出街嘅。哦，嗰陣時啲女人啊，你話如果佢唔著翻套名牌咧，一出街就冇曬信心，雞咁腳揞住曬招牌周圍行，閃下閃下，就咁行路嗰啲女人嚇、啊，一著咗名牌咧，呵，信心十足，個個行路好似陳方生咁。笑到40000咁，早晨，
早晨，尤其是嗰阵时啲男人啊，如果你话唔着翻套 JJ Armani 出街啊，就简直好似唔记得咗带个 JJ 出街咁。讲嘢都太尴咁嘅，早晨啊，早晨啊！啊，我仲记得咧，喺呢个时代咧，感情咧就开始薄弱咯噃，钱就有咗，大家仲记唔记得？嗱，譬如父母同仔女啲感情咧，都开始薄弱啦。我记得嗰阵时啲小学生嘅老师咧，问啲小学生：你爸爸做乜嘢噶？冇一个小学生知道佢自己爸爸做咩嘅，个个都话我唔知道我爸爸做乜嘢噶，我净系知道佢日日打电话噶咋。咁你爸爸系咪做电话接线生噶？咁又唔系啊，我净系听到佢日日话炒咩餸食咁噶咋。咁炒咩餸啊？咁我又未食过，炒两样嘢咯，豪宅同股票。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問我，話海旋門30,000尺，抵唔抵買？好簡單嘅，翻屋企問埋個小學生，你知唔知道你爸爸做乜嘢啊？如果佢知咧，就冇事；如果佢唔知咧，或者成日打電話嘅咧，你就小心啲啦嘛。嗰陣時咧，錢就多咗啦，感情絕對薄弱咗。嗱，譬如以前離婚咧，係人生大事嚟嘅。嗰陣時離婚咧，即係而家咧，就只要你有888元，就揾你謝馬網律師咁，你就搞掂噶啦。啊！如果你有東亞銀行嘅卡，就8折。而家你經過阿某律師嗰個律師行，見到啲招牌寫住688，咦？減咗200元啊，老婆！啊！快啲上去離婚啦！如果唔係，聽日加價咪死！啊！仲買二送一添喎，咁即係點解啊？兩 pair 離婚就送一 pair， 睇到爛啊！快啲叫埋許冠英、許冠傑嚟離婚啦、啊！快啲啦，攞個機嚟，攞個計數機嚟，688就乘二就除三，啊8折咁啊乘二乘八啦，啊就乘八啦，唔係叫咗許冠傑、許冠英先啦，快嚟咗啦，企咗喺度，咁快企喺度啦。真系快，再离婚先啦，咪蚀底啦。总括嚟讲，我觉得呢个鱼翅捞饭时代咧，我哋钱就有啦，感情就薄弱咗，你觉唔觉啊？吓，呢个时代，但我哋仍然都好快乐。点解咧？因为我哋有钱啊嘛。哦，眨下眼闭啦，再入去董建华时代。董建华时代一场金融风暴，天怒人怨，乜嘢生意都冇得做，连电影都冇人睇。咁你奇怪喎、啊、全世界经济萧条嘅时候，个个中意睇电影噶噃，尤其是中意睇喜剧，梗系笑下啦嘛。点会冇人睇嘅啫？本来就系咯。但系因为嗰阵时嘅时代啊。段段新聞都笑到你冧凳嘅，咁啊邊度有人買飛去睇喜劇啊？你隨口噏就笑到冧凳啦！你噏個名字，你噏一段嘢出嚟啊！譬如舊年阿董先生同眾高官去澳門，俾阿胡錦濤責罵嗰場戲啊，就笑到冧凳啦！你知唔知點啊？大家可能內幕你唔知啊！初初阿董先生去到就以為。拍照留念嘅啫噃，所以企喺度個姿勢咧係好鬆容嘅咁樣企嘅。死啦！鬧鬧下佢覺得唔對路喎，嚇點解變咗鬧人嘅咧？喂，阿董先生隻手開始就唔知擺邊度啦喎，又咁，我見到佢又咁，因為咁又咁又咁又咁咁咁。但佢唔記得咗，全部高官都跟住佢噶嘛，企喺後邊，大家時都唔知手點擺，咁又咁又咁咁咁咁咁咁咁，好啦，當胡錦濤鬧到高潮嘅時候，仲記唔記得邊度係高潮啊？插罩不住，
提高香港施政能力的时候，啊，董先生成个人散晒，嗰啲手快到咧，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成班高官跟埋一齐又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吓到阿胡锦涛即刻翻去北京。后来董建华辞职啊，点解佢即刻签得咁快呢？今世董先生都唔会明白嘅，点解佢咁憎我呢？梗系啦，因为胡锦涛先生啊，今世都未曾试过教训下属嘅时候，啲下属够胆喺佢面前跳 aerobic 噶嘛，大佬啊！吓、啊，你话咁啊？所以咧嗰阵时喜剧都冇人睇，咩生意都冇得做。香港人充滿怒氣，係咪啊？記唔記得啊？咁你奇怪喎，點解嗰陣時香港人咁嬲嘅咧？嚇，點解咁嬲嘅咧？梗係啦，你諗清楚啲。喺呢個為兩餐物度行制嘅前世嘅時代啊，我哋冇錢啫，但我哋有情啊嘛。喺魚翅撈飯時代，我哋冇情啫，但我哋有錢啊嘛。在董建华时代，我哋又冇钱，我哋又冇情，咁点会唔嬲到爆呢？系咪？咁所以咧，所以喺嗰个时代咧，你行街踩到狗屎啦，你就话狗仔唔关你事，系董建华啫，个个都系咁噶。你行街踩到黑衣兜，哎呀，个黑衣会同你讲唔关你事，董建华啫。又或者打麻雀，俾上家豬將豬到興合合，死嘢你真，唔關你事，董建華啫嚇。換句説話講，七年半以來啊，我哋香港雖然咁有怒氣，但係完全可以俾董建華呢個出氣袋吸曬，所以我哋仍然支持得住。你未拍手前，我未講。你知道我講咩嘅咁快？因為大家知死啦，因為佢辭職啦嘛。一辭職之後，香港人而家散曬，點搞咧？喂，以前我俾老婆餓到我頂唔順啦，我就話俾自己聽，唔好關你老婆事噶，係董建華噶咋。於是乎走出個騎樓嗰度大嗌三聲：董建華，董建華，董建華！咁啊，怒氣冇曬，慘啦！而家佢辭咗職。我走出去騎樓個大聲嗌：曾蔭權，曾蔭權，曾，硬係講唔出嗰個權字，硬係覺得唔關佢事啊！上工都唔夠兩個月，嚇死啦！而家全香港冇曬藉口，咁點搞咧？換呢個説話講，七年半以來，我哋靠踢呢個出氣袋嘅，而家個出氣袋俾我哋踢爆咗。咁香港將會面對一個咩局面呢？我哋將會進入一個咩世界呢？你話呢？大長今嘅世界係嘛？如果係死就聽日大結局啊！聽日，我覺得香港將會進入一個面對現實嘅世界。因為我哋冇曬藉口啦，而家我哋一定要知道自己嘅問題係出喺邊度，咁我先可以改良噶嘛。所以今晚而家嘅節目咧就正式開始。我想同大家分析下香港究竟有咩問題，好唔好 ？OK， 香港嘅問題咧有幾個，一最主要係政府。點解咧？因為政府嘅施政方針咧。是基於民意調查的，很客觀的，但是民意調查全部都不準的嘛，大佬啊！譬如上個月有個民意調查說，去年啊，2004年有100,000個男人承認他曾經去嫖妓，即是叫雞啊 ，OK， 咁啊仲唔戴避孕套嘅，所以艾滋病咧就將會迅速蔓延啦。好啦。而家我哋嘅衛生局咧就跟進緊呢樣嘢啦，譬如咁先啦嚇，你眯埋隻眼諗一諗，呢個數字點嚟嘅咧？喂，大佬，點樣嚟嘅？嚇，
在大街大巷那裡，你可不可以想做一個調查員，對著個男人說，尖沙咀，先生，請問你今年有沒有叫雞啊？那個男人就大模私樣，有。那啊，請問叫多少次啊？三次半，因為有半次不記得大偉哥做不到。那有沒有戴避孕套啊？沒有，最憎。會不會啊，大佬啊？會？你知不知道男人啊，是與生俱來就知道有兩樣東西是打死都不會認的。一樣就是你有沒有去滾，一樣就是你有沒有嫖妓，與生俱來的嘛。你不贊成啊？就算你捉了他好像間諜咁嚟審啊，佢都係唔認嘅。嗱，我問你一個題目，你前面擺咗個測謊機，你一講大話就叮一聲，好似殘酷一叮咁，我即刻就砰一槍打死你。你係咪間諜？係。編號幾多？007。任務係乜嘢？偷啲 ICBM 資料。你有冇嫖妓？冇，叮砰，嗱，我而家趁你仲有兩啖氣，最後用英文問你一次 ，Did you get a hooker？No， 叮砰，我趁你最後一啖氣，我用普通話問你。你有没有嫖妓？没有，叮砰。民意调查怎可以信啊，是不是？你说不是 Michael， 老老实实啊，10万个男人承认曾经嫖妓都差不多了吧。香港有几多少？400万个男人。个个男人不敢出声了现在。OK。仲有390万，咁啊有90万大概就喺澳门嫖咯。嗰度冇咁，仲有300万啦，去大陆嫖咯。咁又唔会大陆嫖，系坐6个月监噶喎，有冇搞错啊？你系民主党咩？你又唔系民主党，系想学人坐6个月监？他要給飯你吃的喎，大佬啊！老老實實啦，如果在大陸嫖妓真的坐6个月監咧，我諗啊，大陸啲街道就冇曬男人，因為全部坐曬監，每人啊派一包牛皮癬藥膏，就派6亿盒，中國破產啦！啊！香港問題呢就不單止是出於政府，客觀一點，其實我覺得傳媒都很佔很大的責任的，不如報紙，以前你在報紙見到你自己的名字你就光宗耀祖了，現在你報紙見到自己的名字就即是你已經死了，現在一定見光死，不死的東西就不會見光的，死緊的了，已經一見到就好像上個禮拜有記者打電話給我，他說 Michael， 我想問你一個題目，但你未曾答呢你就死了了。真的不好意思，因為見光死嘛，你知道我們賺食的了。你有沒有強姦你家的菲傭啊？最好你答有啦，那我就賣多10万纸，如果你答沒有呢，聽我就頭條新聞寫許冠文否認強姦菲傭。咁我就賣多20万纸。我對唔住，我唔回應你呢個問題啊！哎呀，咁啊多謝曬添咯。聽日我頭條新聞就係許冠文拒絕回應有否強姦菲傭，咁就全世界都話梗係有啦。如果冇啊，點解唔回應咧？
啊，我話對唔住，我可唔可以用董建華嘅方式答覆你啊？早晨啊你，啊咁就冇得頂啦 ，Michael。聽日買多500,000紙啦。聽日嘅頭條新聞就變咗許冠文承認晨早強姦菲傭。咁啊，個個全世界都話，梗係晨早啦，個老婆未起身啊嘛。咁我買多600,000紙。我話：你估我對付唔到你啊？我有個絕招啊！而家啊，我用領會盧少蘭嘅無厘頭方法答覆你，等你死未？我買咗只雞啫，都唔知佢幾時生蛋㗎。哎呀，咁啊更加冇得頂啦 ，Michael。聽日我頭條新聞就將會係許冠文承認不單強姦菲傭。而且已經同佢生咗蛋啊！佢話老老實實啦，許生，我敢問你係俾面你噶啦。如果唔係啊，我第一個題目就問你，請問你本週有冇同菲傭生蛋啊？你梗係話冇啦。咁我聽日頭條新聞就係許冠文承認本週並冇同菲傭生蛋。咁全世界就話，咁咪即係其他州州都有啦。我哋嘅報紙係咁負面嘅，咁有乜辦法？我哋香港冇問題咧，電視台都係噃。啊，嗱，譬如選美，以前選美咧就只不過係揀個佳麗出嚟代表香港咁解啫。而家選美咧仍然強調美貌與智慧並重。就令到啲佳麗咧好多方式嚟，感到好大壓力嘅，好尷尬嘅，你覺唔覺啊？其實啊，我覺得你唔好介意我講啊，我老老實實嘅就講嘢啊。美貌同智慧點會同時喺個女人身上噶？啲靚女啊，一出世就俾啲男人圍住。我要就乜都有曬嘅，使鬼智慧咩？智慧係上帝俾嗰啲醜樣嘅女人作為補償嘅啫嘛。咁你話喂唔係啊嘛？香港好多靚女人 ，Michael 好多靚女人啊，都好有智慧噶。邊個啊？嚇？陳方安息你唔係啊嘛？哇！真係咁啊，陳方安息選美咪得嗱咁啊，我唔好嗱咁啊，唔好拗啦。全香港而家最有智慧嘅女人就喺曬立法局。你眯埋雙眼，坦坦白白今日。13,000嘅啫，有邊一個靚嘅女立法局議員？唔該，你講個名出嚟。嚇？劉慧卿，你千祈唔好做港姐評判話。啊唔嚇，佢又嚟咗。啊唔，除佢之外啦嚇。范徐麗泰又嚟咗，對唔住啊，今日對唔住，我哋取消呢個笑話，唔係香港揾食，你要轉題要快，你冇辦法嘅。哎，快住，唔係嗱嗱聲，香港嘅問題咧就唔淨止係電視啊，最緊要譬如話收音機都係嘅噃，你有冇聽收音機㗎？你睇下，我都做過司儀㗎，以前許冠英都講過啦，以前咧。我做司儀做清談節目咁就算啦就希望我自己就問一個問題，就希望啲嘉賓咧就答100句。而家咧清談節目啲嘉賓咧就一句都冇得講，啲司儀就講曬。啊，主持啊，我老公咧就去咗上海3年啊，咁你哎呀唔好講，唔使等啦。啲男人去上海3日就俾上海妹嗒咗啦，佢唔翻嚟噶啦，你唔使等啊，揸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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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揸到尾。啊唔係，佢話佢係只狗公喎，咁哎呀咁啊，個個男人追你嘅時候咧，都話自己係小白兔，
追咗之後咧，就個個變曬狗公，財梗係爛噶啦！你唔好等啦，又揸揸揸揸揸，又攬又攬又攬攬攬就翻到嚟，激到你暈。我而家30岁，就嚟跌窝噶啦！吓、啊、你直情系烂残渣添啦！哎呀，你唔好等啊！呢个世界冇乜边个冇咗边个唔得嘅，财街都系狗公，是但搲翻只啦！唔急，啦啦啦啦啦，咪激到你猛死！咁你话传媒咁有问题，香港问题大唔大咧？仲有咩问题啊？香港吓，佢、啊、系。喺教育，教育系教育啊！咁巧你又讲教育，我又讲得咁讲，真系唔系讲笑话。而家香港教育制度真系离谱噶喎！吓、啊，上个礼拜有个朋友就叫我写一封推荐书，就推荐佢一个2岁大嘅 B B 就入一间名牌幼稚园。我有冇搞错？2岁大嘅啫噃，啊，好唔好？你应该教佢噶嘛？点解推荐啫？推荐咩啫？咁卒之谂都冇得谂。我就話呢個 BB 咧特別叻噶，人哋每晚啊賴3次尿，佢賴1次。阿白龍王啊，同佢睇個相，話佢跟邊個旺邊個噶。嗱呢個 BB 女咧瞓覺嘅時候咧就隻眼開隻眼閉，咁啊將來一定會做好好嘅老婆係啦。佢居然間收咗，你話荒唔荒謬呢間學校？仲有一個仲離譜，有個死黨，有人就抱住一個16个月個月啊嘅 B B 咧，就話俾我聽要去讀一個叫做乜嘢愛因斯坦天才 B B 班。哇！咁快鬼要啊！如果唔係將來入唔到啲名校噶啦，咁我而家做咩啊？我帶佢面試 interview， 大家試過未啊 interview？ 我話唔係啊嘛，話都未識講喎，點 interview 啊？點面試啊，大佬？係咪嗰個先生問佢嗱 B B， 我問你個題目，李嘉誠係邊個？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啊！識揀老豆啊，100分係咪咁咧？佢就係識講呢句嘅啫噃。啊 ！B B， 世界上最重要系咩嘢啊？妈妈，妈妈啊！世界上最重要，妈妈你都知道咁现实啊！100分系咪咁咧？几荒谬啦！有阵时咧，我好为下一代担心啊！咁落去咧，我哋压迫啲 B B 压迫到咁咧，将来啊，而家可能已经有咗噶啦啊！将来啲 B B 喺妈妈个肚里边未出世就要接受面试噶啦！我要想象咧，梗系叫个大肚妈妈，唔该你瞓喺梳化上边。个老师咧就用一只超音波嘅滑鼠，搽啲滑鼠 cream， 扫下扫下扫下咁，荧光幕上就会出现个 B B 卷出喺个胎盘上边。咁啊，先生就开始问啦：嗱 ，B B， 我播一只音乐，你话俾我听系定唔系贝多芬写嘅？如果系，喐下只左手仔；如果唔系，喐下只右手仔。1、2、3。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哈哈！左手仔即系贝多芬写嘅，答对了，锵锵锵锵，啱晒，有胎教啊，有胎教啊！嗱，第二个更重要嘅题目，你谂清楚啊！由你妈妈嗰条脐带输送入嚟俾你嗰啲食品，系鲍鱼味重啊，就定系咸鱼味重啊？鲍鱼味重喐左脚仔，咸鱼味重喐右脚仔，1、2、3。左脚仔即系鲍鱼味重啊，有家底，100分。几惨啊！最后我问呢个 B B， 问呢个题目啊，最重要嘅香港教育制度，你中唔中意啊？满唔满意啊？如果满意，喐下只手指公。唔滿意，喐手指尾，1、2、3。哒哒哒哒哒。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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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嘣！啊，好嘢喎，識得用中指啊！將來佢可以做議員，嚇、啊！
你似乎要學些少放鬆下自己，唔使咁緊張噃，係咪 ？Michael， 睇你嘅性格啊 ，relax。你有冇睇過 UA 嗰個電影個廣告啊 ？Relax， 嗰個大家睇過未啊？嚇，嗰個廣告係點樣噶？呢個就是香港人 relax 放鬆嘅方法啦。有個農夫牧師，好似李小龍咁款嘅，砰！嗰個肥佬就成個彈起，哇！然後大聲嗌 relax。香港人咁樣 relax 嘅。我同香港人一樣，好難 relax。星期一就捱到星期五，捱到一隻嘢咁，然後星期六日就搏命去安排節目去 relax。星期一翻到嚟，即刻又變翻成隻，仲衰過禮拜五啦。咁啊點樣 relax 啫？我真係唔得，你有咩方法 relax 啊？啊？你點放鬆自己嘅？飲茶啊，星期日係嘛？星期日去飲茶，你都可以 relax。我係慘啦，我永遠都唔去，因為香港飲茶嘅意思就即係蝦餃、燒米、糯米雞。逢親有蝦餃、燒米、糯米雞賣嘅地方，一定係人山人海，係咪啊？直情打交咁嘅，攞條籌啫，就排到180號，一人食1分鐘嘢。都要食3個鐘，都唔知點食。我係一個心急到離曬譜嘅人嚟噶嘛，好心急嘅。有一次我急性盲腸炎咧，就叫我老婆車我急症室。咁一陣去到急症室，個醫生話：唔該你排排隊啊咁。我叫老婆唔使排隊啦，直情車我殓房算數。點知去到殓房都要排隊。我同老婆講唔使排隊啦。直情車我鑽石山火葬場燒鬼咗佢啦！我係一個心急到咁嘅人，我點可以飲茶啊？算啦，算你等到啦，算你等到個位，仲要搭台，10幾個人 jam 埋一張台，好似地鐵啲沙甸魚咁。坐喺左邊，梗有一個減肥減到好似艾滋病咁嘅北妹，嚇、啊，通常講緊手機啊，梗係。哎呀，我想你啊！嗯赏我，你亲我一下啦。坐右边呢个咧，通常又梗系一个食烟食到面都黄晒，好似 B 型肝炎咁。佢大声公啲厂家咧，又系讲紧手机。乜隔啲光啊？你4:30都唔落课啊？我扑街啦！话你听，你个烂蛋，你个蛋蛋蛋蛋蛋，隔啲光。咁呢邊，嗰邊就咣咣咣咣，係咪咣咣咣咣？你又坐喺中間，我話大佬啊，你唔好俾啲煙人噴我得唔得啊？揾警察拉我啊！你出翻去排隊入翻嚟啊，天光啦、啊！咁於是乎，你就煙霧瀰漫之際，縮埋一嚿蝦餃燒賣就擺到亂曬龍，夾錯左邊。又驚住艾滋病，夾錯右邊，又驚住 B 型肝炎，咁樣提心吊膽之下，點樣 relax？ 仲要望到後面幾下個秃鹰咁睄住你等緊位啊嘛！啊，個意思就係話，喂，好咯，食完蝦餃燒賣糯米雞，快走啦，早晨啦、啊、你，點樣 relax 啫？你得啊？我唔得。咁你覺得？好多方法嚟話 ，Michael relax 放鬆自己。去海洋公園睇下魚拍得啦啩？我都唔得，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動物嘅人嚟嘅。一見到黑薄啲魚、黑薄啲魚、黑薄動物少少咧，我就唔安樂噶啦。嗱，以前我海洋公園咧，就同啲細路講呢條叫老鼠斑嚇。學名叫做 Valentine Sinis， 就嚟絕種噶啦，千祈唔好食佢啊！啊，呢幾條小魚仔咧咁細條，千祈唔好傷害佢啊！如果唔係，將來就冇大魚噶啦。哦，嗱，呢幾條咁靚嘅小丑魚，我哋俾個名佢好唔好啊？叫做咩名啊？叫 Twins， 係啦，叫 Twins， 啊，真係幾以前幾可愛啦！而家你去海洋公園咧，
你就梗會見到好多自由行嘅老師咧，就帶住一扎學生同佢哋講：啊，呢條係老鼠斑，啲味道好滑嘅，最好係一魚三尾啊，豉椒炒球、炆頭腩骨湯就最正啦，好嘢！咁呢啲細魚仔，我哋點樣處理啊？白飯魚炒蛋，係啦，加啲洋葱添啦，好香。咁呢幾條咁可愛嘅小丑魚，我哋俾個名佢好唔好啊？好，叫咩名啊？叫早餐、午餐定晚餐？好嘢！啊，我見親呢啲我就心就唔舒服，因為逢親傷害動物嘅活動咧，我都心翳嘅，唔知點解，唔知你哋有冇翳噶？嗱，譬如有時好多時咧，天冷咧，我見到啲女人啊、啲師奶啊、太太啊，啊著啲皮草啊、貂皮大衣啊嗰啲咧，我一見到就唔舒服噶啦，我即刻就想起喺北極嗰啲冰上邊咧，千千萬萬隻企鵝就俾人剃曬啲毛，直直咁企喺度嚟震，好凍啊！你嗰啲毛去咗邊度啊？去咗許太嗰度，你嗰啲咧去陳太嗰度啊？哎呀，真係陰公啊！我好嬲，見到呢啲，你有冇留意到咧？人類啊，係喺動物世界裏面最殘忍嘅。佢又唯一會殺死另外一隻動物，唔係因為食佢啲肉，係因為要剝咗佢層皮啊，擺喺自己嘅膊頭嗰度，我嚟演嘢嘅啫。鱷魚皮啊，啊名牌啊嗱 ，fur 嚟噶，冇一隻動物會係咁樣噶。你有冇見過一隻老虎殺死咗條鱷魚？就唔食佢啲肉，淨係曬乾嗰層皮，就掛喺個背脊嗰度，名牌啊，正嘢啊！動物係動物係唔會噶，係我哋人類咁殘忍嘅咋，所以去海洋公園咧都解決唔到我，即係我冇辦法可以 relax 嘅。啊，咁我知道你講咩，都笑啫。啲太太就：哎呀，簡單啦，你想放鬆自己玩一下，咁行公司啦，我老婆就得。佢行公司咧，直情好似條鯊魚咁啊，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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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嚓嚓嚓嚓嚓，嘣嘣嘣，嚓嚓嚓嚓嚓，哇哇，嚓嚓嚓，哒哒哒哒，嘣嘣嘣嘣。我行公司咧，五分鐘就悶死，尤其是喺聖誕節，成個月流流長。無論你去邊家百貨公司啊，都梗係唱緊嗰只 Silent Night, Holy L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我聽到咧就變咗係買禮物，你要買禮物，你買咗禮物未？你要買禮物，哇，好鬼大壓力嘅。嚇、啊！去到邊度咧，都梗係有張海報，就好似有個好似你阿媽咁嘅款咧，揾隻手指指住你，或者你老婆咁嘅款咧。或者你嘅仔女咁嘅款咧，即系话你仲未买礼物咧，你不孝，你唔系好爸爸，你唔系好老公，哇，几鬼大压力啊！即系我唔系话我孤寒啊，唔肯买礼物，系因为我唔中意俾人哋逼我买礼物噶嘛。即系我一压逼我咧，真系唔好意思，我系前列腺发大，又要去厕所噶啦，入去厕所仲惨。個個尿兜前面都有個牌嘅，呢個牌係寫住某某海鮮酒家專用，即係話你未曾食呢個聖誕海鮮餐唔准屙。褪嗰個啦，又有個牌寫住某某瘦身公司專用，即係話如果你未參加佢嗰個乜嘢聖誕節嘅瘦身療程，唔准屙。就寫住某某藥房專用。即是说如果你未曾买他那些圣诞节淋巴解毒丸不准我吞下吞下就吞到个厕所伯那里个伯一见到你埋来呢他又即刻按住个 CD 他又播给小费你给了小费未你要给小费你要给小费哎呀这压力大到我大佬啊望望个盘最小的张面额都20蚊的我说得1蚊的噃我唔屙得了啊！可免則免呢我話大佬啊，而家中國啊，一日人工都係20蚊咋，咁而家點啊？1蚊屙到尿喺呢度，
翻大陸屙啊！咁咪重大壓力，所以我老婆行公司就得，我就唔得。最後咧，我知道你講咩噶啦。個個人香港而家都有啲錢，放鬆自己，梗係去外國玩下啦，搭飛機離開咗香港添，我又唔信你解壓唔到。去邊度啊？而家去邊度玩好咧？去日本啊？啊，台灣啊？驚地震，而家日本都俾人打添啦嚇。去邊度啊？啊，印尼又驚海嘯，泰國又驚海嘯，去大長金屋企又驚住暴動，去菲律賓又驚住俾人綁票，去邊度咧？喂，搭飛機坐遠啲啦，去美國吧得啦啩。我最怕，尤其是九一一之後咧，我絕對唔肯去美國，因為我完全頂唔順啊！佢啲霸權主義啊，而家譬如你過個海關咧，就激死。首先你要將你嘅手提行李擺在 X 光嗰條帶上面，跟住除埋條皮帶擺喺上面，因為驚住有刀。跟住要除埋你對鞋擺上面，因為驚住有炸彈。好啦，過咗之後就發覺原來你嘅手提行李上面有個指甲鉗噃，哦，要有個隔離室檢驗。好啦，咁跟住你行過隔離室，好遠喎，大佬，五十幾尺嘅喎嚇，一隻手就揸住手提行李，一隻手就揸住嚇，唔係皮帶嘅口咬住，揸住對鞋，咁變咗一路行咧就一路，嗰條褲就甩。就冇手，佢休喎冇皮帶噶嘛，咁啊裙拉褲甩咁樣咧，咁樣行到隔離房，所以各位去美國嘅話，千祈要記住要著名牌底褲啊！如果唔係俾人睇到你著嗰啲咩菊花牌咁，你就收家啦。好啦，到你過到去嗰邊之後啦，佢就話你嘅手提行李裏邊有一個指甲鉗，係大殺傷力武器，要充公。因為驚住你劫機，我唔係啊，大佬點劫機啊？指甲鉗，對唔住，劫機，坐低曬，喐親邊個，剪佢手指甲。咁啊，咁劫啊？哎，呢個空姐，呢個空姐再嗌啊，你嘅水晶甲都剪埋，3000蚊一次噶，公仔都冇埋，阿婆，你再嗌我腳甲都剪埋，即係咪？係咪咁咧？佢唔理你咁多噶，佢霸道啊嘛，而家。沒收就沒收了。唉，現在美國越來越霸道，九一之後你覺不覺？譬如打伊拉克，我都覺得是這樣的。一個超級核子大國就說人家旁邊那個香蕉小國有很多指甲鉗，於是乎就炸平了人家的，然後發覺一隻指甲鉗都找不到，然後他的總統還可以連任的。哇！真係離譜，即係我哋個頂就華夏8萬5啫，華夏啫，咁啊唔起咪算啦，落台佢繼續連任幾百度。最近有個美國朋友同我講，嗱呢個咧大家唔好嬲啊，佢話你哋中國人真係好蠢嘅喎，嚇！看着我们美国人吃餐用刀叉用了几百年的了，你们都学不到，还是用两只骨头筷子这样撩下撩下，哪有那么蠢的、你们、几千年种田都是用个耙的嘛，那个耙都是叉来的了、又不见你对两只骨头竹这样撩、那么蠢的中国人，我对不住，我们中国人是和平的民族来的，我哋發明嗰啲毛筆啊，勾痕都唔痕嘅，都唔痛嘅。你發明嗰啲鋼筆咧，係篤死人噶嘛？嗰啲刀叉，你哋食飯嗰啲刀叉咧，係殺人武器嚟噶噃。我哋點可以將殺人嘅武器啊，食飯嘅時候放喺我哋親人嘅面前咧？係你啲咁霸道嘅人先會嘅啫嘛。咁佢話：哦，咁日本啲筷子夠尖咯，夠吉死人啦。所以就是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他们现在想霸埋我们的钓鱼台岛、所以大家不用惊着，大家完全不用惊，这个世界现在很简单，钓鱼台属于谁的
就要睇下边个指甲钳多。而家我哋唔使出声噶啦，指甲钳绝对多过佢，由佢钓住鱼先，迟啲我哋就剪晒佢啲脚甲。所以去美國咧，有時都係攢激氣嚇。咁仲有邊度好去咧？可以放鬆自己咧。個個咁好笑，今晚我見個個都好 relax 嘅喎，你哋嚇啊去大陸係嘛？哦，梗係啦，而家個個都去大陸。咁你去大陸玩下都咁興，而家係咪啊？譬如坐下直通車翻去廣州食下嘢，沿途欣賞下風景，咁都幾 relax 嘅啦啩？坐直通車啊，你坐過未啊？你千祈唔好中計啊！一開車就梗係一人送一樽礦泉水就免費嘅，我就驚死蝕底，嗱嗱聲就飲曬。你先發覺好多朋友都知噶啦，由九龍開車至到深圳呢個幾鐘頭之內，所有直通車嘅廁所都唔開嘅。大家知唔知啊？知嘅拍拍掌。我知嘅嚇，知。點解咧？就係驚住嗰啲污糟嘢咧，直落嗰條鐵軌。所以各位拍拖咧，千祈唔好以為行啲鐵軌好浪漫啊！鐵軌原來只不過係一條幾千里長嘅屎坑咁解。咁我就慘啦，個幾鐘前列腺又發大，咁啊梗係翳嗰個小姐啦。個小姐一定會同你講對不起，這是歸主。我話歸主，歸屬於歸嘅啫。我係人嚟噶嘛，開啦，我而家冇命啦，唔該你，對不起。这是歸主，於是乎你逼住嗰個幾鐘就慘咯，揞住個肚，面都紅曬，就嚟爆炸，死頂嚇！呢個服務員咧，居然間又唔知點解莫名其妙地睇住你咁痛苦咧，佢係成日推住個車仔喺旁邊攞你買嘢嘅喎，有礦泉水賣，有熊貓忌廉郵票賣。有大公報賣，有粟米賣，我買嚟幹嘛？啊！我先就買嚟幹嘛？啊！卒之等到個廁所開啦，即刻飆入去，一分鐘大小便都做埋之後，你就發覺死啦！原來全中國嘅公廁啊，都一定冇一樣嘢嘅，係咩啊？廁紙啦！死啦！硬曬太。逼住就敲門，砰砰砰砰，向個小姐求救。個小姐話：喂，有沒有廁紙啊？對不起，沒有，這是歸主。啊，跟住佢又企圖幫你手嘅喎。可不可以買一瓶礦泉水洗一洗啊？啊？咁礦泉水洗完之後用咩抹啊？可不可以？用熊貓忌廉郵票嚟抹啊！我喂，咁嗰啲熊貓忌廉郵票係一格格嘅喎，咁抹完之後咪成個屁股都熊貓？咁可不可以買大公包嚟抹乾淨啊？咁抹完咪成個屁股黑曬？啊，可不可以買個粟米擦乾淨佢啊？你仲话坐直通车啊？但系咁噃，一落车咧，哦，开心啦！嗱，讲到今晚咧，净系呢一段最开心嘅啫。你一落咗火车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 virtual reality 嘅世界，一个虚拟世界。喺呢个世界里边，真系快乐到好到你唔信啊！喺呢个世界里边，你又会觉得真系冇得顶啦。迪士尼樂園嗰啲 ride 咧都要行開，喺呢個世界裏邊，$30一條啫啫阿媽尼嘅褲，$20一個勞力士錶，$10一隻大閘蟹，我要陽澄湖嘅噃，係咪陽澄湖噶？浸過一晚噶啦，過個冷河噶啦，嚇我頂啦！跟住啲朋友就會帶你去。$30一個鐘，90分鐘啊嘅
腳底按摩，哦，舒服死啦！仲啲殺埋大閘蟹，咁，啊，一路腳底按摩成個鐘之後，非常舒服之際，哎呀，發覺點解佢成日按住我腳趾公嘅咧？喂，喂，點解按腳趾公啊？佢話我同你撞羊啊嘛，我即刻彈起，我使乜你同我撞羊啊？我頭赤啫嘛，嘿，頭赤就買粒亞士不羅就得啦。男人最緊要壯陽，你啱啱想鬧佢啫，就發覺頭先你彈起嘅時候啊，你嗰條啫啫阿瑪尼嗰條鏈啊就裂曬，勞力士手邊啲針啊跳曬出嚟，玻璃都冇埋，嗰啲大閘蟹拎出嚟嗰啲膏啊，原來水彩嚟嘅，咁你先至明白，頭先你咁快樂嘅原因係因為你進入咗一個 virtual reality 嘅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东西都是假的。迪士尼都不会有更好的 ride 了，这个啊。好了，到底朋友觉得咦你生气了，不满意了，就带你去最好的地方了，吃最贵的东西。在广州呢，大家不知道去过没有，最贵的东西就是野味的意思。野味呢吃过没有？吃过啪啪手的啊，都幾多啊！先嚟五種湯，五種湯都係用動物嘅生殖器官嚟煮嘅，包括牛鞭、鹿鞭、羊鞭、馬鞭、虎鞭，尤其是啊虎鞭，全部佢哋認為都可以壯陽嘅。我話大佬啊，而家全中國得翻6000隻野生老虎，邊度有咁多鞭俾你食啊？所以大家記住啊！你而家去中國動物園見到我哋啲老虎，如果叫聲好似只貓咁啦，喵！你千祈唔好怪佢啊，一個鞭都冇埋啦嘛，明唔明啊？我有個死黨今晚嚟咗啦，佢叫我唔好講，但係我哋要講，冇辦法，呢真事叫陳恩健先生，Philip Chan。Philip 咧好中意去廣州就食馬鞭湯，咁啊～壮唔壮阳我就唔知道，但系佢个面咧食到成只马咁，大家啊，跟住仲惨，就嚟啲野味啦，哇，好贵噶！所谓野味就即系穿山甲、猫头鹰同埋果子狸，三样都系濒临绝种嘅动物嚟嘅，三样佢哋话都可以壮阳嘅。啊！我點解可以壯陽呢？佢話 Michael 啊，好難捉噶，好壯陽噶，莫名其妙點解咁多中國人啊，認為逢親難捉嘅動物就可以壯陽嘅呢？如果係嘅話，世界上而家最難捉嘅動物就係拉登。美國咁多年都捉佢唔到啊！我絕對有理由相信拉登由巴基斯坦走到嚟中國就俾我哋食咗，我哋壯陽。通常我啲朋友知道啊，乜原來你係咁愛食動物㗎，你又唔滿意啦，咁啊點氹你開心呢？就一定帶你去中國最後呢個地方，冇得頂啦，度度都有啦，就叫做卡拉 OK。係，梗係嗰度啦，唔使講係咪？咁啊，呢度可以 relax 嘅啩，我就唔得啦，又係，因為我天生出咧就最中意演嘢，唱歌本來最好嘅，但係我得一直飲歌嘅啫，所以排來排去咧，卡拉 OK 都排唔到我嘅喎，將來將去都入唔到個電腦，又好慘，一隻啫嘛，我算我入到啦，就梗係隔離坐咗一個，又係嗰啲大聲公廠家。就話 Michael 啊，我都中意呢只歌嘅喎，啊，不如一人唱兩句咧，哎，彎曬啦，點表演啊，大佬？再加上喺大陸嗰啲卡拉 OK 嗰啲 CD 咧，全部係翻版嚟噶嘛，嗰啲指導拍子嗰啲嘣嚓嘣嚓嗰啲波仔咧，嗰啲時間係錯曬嘅，咁一唱又彎曬，咁啊搞到我只歌咧就飲歌啊就變成就不知所謂。今晚唱俾大家聽下好唔好啊？我本來唱得好靚㗎。
搞下变成咁。咁啊，预备演绎嘅时候咧，初你见到我把声嘅时候咧，系好犀利嘅。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呀真，我的爱呀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大声公就加埋嚟啦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啊，我爱你有几满啊，我的情不真，我的爱呀真，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情亲情的一万万已经打动动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情在我心间难道要见你死不死了，你不是搞到我们搞成这样、啊、通常我们快点出来了，顶不顺，所以千万不要卡拉 OK 回大陆啊，人我命好了。有阵时仲惨啊，呢、这个唔系最惨啊。尤其是去到嗰啲卡拉 OK 咧，如果有公关小姐嗰啲咧，哎呀，就惨咯。你梗系见到一扎几廿岁啲男人，就对住啲十五六岁嗰啲公关小姐就唱情歌。啲男人唔好笑啦 ，OK。个个咧就唱到好似金鱼佬咁。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不过女仔就好似被强奸咁，我爱你有几分，我的爱不变，我的情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你变个南京大屠杀系点样嘅话，就系咁样样噶啦。喂喂，好心你哋啦，啊年纪相差咁大，肉唔肉酸啲啊？咩肉酸啲啊？杨振宁博士82岁，都系娶个28岁嘅助手，咁唔通佢哋都要唱情歌噶？我点同呢？人哋两位都系物理学家嚟噶嘛，人哋唱情歌都唔系咁肉酸啦、啊。哦，咁佢哋点唱啊？我唱一次俾你听啦，人哋唱就会咁样样咯，吓、啊。一啲都唔肉酸咯，能量就等于 mc square 派等于3.14，上帝价下帝升高，随意就等于体验面积。完全唔肉酸啦！咁你话，哎 ，Michael 真系唔好意思啦。去到卡拉 OK， 你都话唔放松嘅时候，最后啊得翻世界上一样嘢嘅啫，冇第二样嘢噶啦，可以令到你宁静嘅啫，就系、是、你一定要信宗教啦。你信上帝，通常啲教友咧都系非常宁静嘅。我啊想信啊，因为。我信希望有世界上宇宙是有个主宰，如果有今生没有未来，所有我们喜欢的人死了就见不到，我不想相信这件事，但暂时呢我都没人信得到，就是因为很多我的教友的朋友相信的时候的道理呢，我暂时都未曾可以理解的。那譬如我有些朋友说他不吃 hamburger 的，因为他不喜欢吃牛肉，他不可以吃牛肉，如果不吃牛肉呢，那他那个神呢就会对他好一点。又或者我有个好朋友阿迪波拉，他很喜欢去泰国除了衣服跳舞给四面佛睇，那他的话呢可以梦境成真啊，即是我就很难理解这样的、啊、暂时。又或者回教那些人肉炸弹，即是撞向世贸中心的三个，譬如原来他们相信，为什么他们这么勇敢呢？是做了烈士之后，原来他们相信他们的上帝叫做阿拉的，就会每人送70个美女的。
咁我莫名其妙你要70個靚女來做乜嘢得㗎？打麻將17台牌，你得兩個張係咪？咁多人數緊添嘛？你唔好打完麻將你仲慘，70個靚女排隊上床啊！你食曬阿拉伯嗰啲苦邊都唔掂啦。點解阿拉伯啲人啊咁中意咗啲長袍嗰啲男人？就係因為佢老婆多到除褲都除唔切，做乜乸高 ？Next next next。點解啲阿拉伯嘅男人咁中意叫啲阿拉伯嘅女人戴黑色嘅面紗呢？咪就係因為你70個老婆喎，個個勾心鬥角，仲犀利過金枝玉葉同大長今加埋，你都冇眼睇啦，咪遮住佢咁解啫嘛。另外一個我暫時都未曾可以信神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驚住我揀錯咗嘅上帝。如果揀啱好啦，揀錯咗嘅話就好麻煩咯。嗱，譬如如果你信佛教嘅，咁你死咗之後撥開啲雲一望，咦，原來嘅真命天子係阿拉嚟嘅回教嗰、那個，咁你又麻煩啦，因為首先你唔識講話啊嘛。啊，上帝啊，我今世都冇食過牛肉，可唔可以上天堂啊？咁、那個阿拉就同你講：阿瓦尼納庫潘德納庫潘德威威。嚇！咁即係講咩啊？個翻譯話：咁即係你唔食牛肉冇關係，你有冇食豬肉？咁咪有啊 ，Oblada Oblada， 即係點解啊？即係18層地獄嚇！咁啊，你話俾上帝聽，我對老婆好忠心噶，我有精節牌坊噶 ，O E O R R Wing Ding Wala Wala Ding Ding O E O R R Wala Wala Ding Ding， 咁即係點解？即係你對老婆忠心冇關係，你有冇叫你老婆戴面紗啊？咁啊冇喎 ，Oblada Oblada 18層地獄。咁你咪死啦，系嘛？反过嚟咧，我文书话嗰三个人肉炸弹啊，当佢未撞去世卫中心之前嗰几秒钟咧，就话佢口咧系喃喃自语嘅。咁大家都认为佢系讲紧阿拉万岁、阿拉万岁、阿拉万岁、阿拉万岁。其实我就觉得佢可能讲紧咧系70个靓女、70个靓女、70个靓女、70个靓女，咚！一撥開啲雲，一發覺麻煩啦！原來個真命天子係泰國嘅四面佛喎、啊。啊！上帝，我哋做咗烈士嘅咯噃，可唔可以上天堂啊？咁四面佛就話：你做烈士有咩關係啫？你有冇除衫跳舞俾我睇啊？咁我冇，18層地獄。啊！咁我哋嗰70個靚女咧，人嚟！每人送佢哋一个70歲嘅靓女，扎住喺地狱嗰度，永远吸拳吸咔咔，即系点解？即系永远。咁你话啊，宗教你都唔得啊，咁你好似冇办法咁。但系你觉得乜？我觉得你呃我嘅啫喎，啊，睇你个样子肥肥白白，就几轻松，你冇理由冇减压方法。冇理由冇消遣嘅喎，有呃你嘅啫。其實我有一個方法咧，就好簡單嘅。只要我一充滿怒氣，一唔放鬆嘅時候咧，我就只要同個老婆傾下偈，食餐飯，睇場戲，咁就咩都搞掂曬嘅。幾十年都係咁。咁你又話係喎嚇？好多人問我30幾年喎，你結婚都未曾離婚啊？你又唔係冇888蚊嘅？你梗係男女關係嘅有一套嘢喎，有套秘方，喂，分享一下得唔得啊？男女究竟點樣樣先至可以愛情永久啊？點先可以白頭到老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咁今晚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咁而家節目咧先正式開始咧，就教大家呢條秘方如何維持男女關係永久嘅咧，咁好唔好 ？OK， 原來男人同女人咧係完全唔同嘅動物嚟嘅。大家各有苦衷，永遠都唔會知噶啦。所以先了解咗男女各方面嘅苦衷先。我先講男人嘅苦衷好唔好啊？女人聽小心啲聽啦嘛。原來男人咧一生啊，就要面對兩個生死抉擇，一個就係結婚同唔結婚。唔結婚咧，你就有曬成個森林，冇一棵樹係你嘅。
過時過節啊，見到人家家庭温暖，有湯飲，有人服侍，過時過節你就會寂寞死。呢個第一個選擇。如果你選擇結婚咧，你馬上就冇曬自由，日日就等個老婆打電話嚟問你喺邊度啊，做緊咩啊，同邊個做啊，坐喺你對面嗰只係咪攝青鬼啊，夠鐘翻屋企啦。好啦，到你翻屋企就晚晚陪佢睇大長今，咁你就會悶死，即係話一係你就寂寞死，男人好慘啊，一係就悶死。咁你話唔會係嘛？結咗婚點會咁悶啊？會啊，因為結咗婚之後咧，你就逼住要過群體生活噶啦嘛，食飯都要一 pair pair， 一扎女人坐埋一齊就講曬佢哋嗰啲瘦身啊、shopping 啊咁，成扎男人就坐埋呢一邊，就乜都唔識講，因為以前佢哋淨係識講女人、女人同女人嘅啫嘛，而家唔准講女人。咁啊，講埋曬無聊嘢咯，即係啊，你件衫幾靚喎，老婆買㗎。呢個牛肉啊 ，medium rare 好似又過熟啊，即係悶死啦，係咪？好啦，到你老婆覺得你悶嘅時候咧，啊，佢忽然間又會介紹一個陌生嘅男人拉佢過嚟。阿 Michael 啊，呢個陳先生都中意釣魚嘅噃，傾下釣魚啦，你傾下釣魚啦。即係好似阿媽以前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帶個明仔過嚟，阿 Michael 話個明仔中意打波子嘅，誒、哎、一齊打波子啦！你話係咪悶死咧？所以咧，即係話一係就寂寞死，一係就悶死。好啦，第二個生死抉擇，男人算你決定結婚啦咁，你就要面對另外一個更困難嘅抉擇，就係、是、去滾啦，就定係唔去滾呢？如果你唔去滾咧，啲女仔小心聽啦嚇。如果男人唔去滾咧，你見到個個男人都去滾咧，你就會恨死，即係恨到發燒嗰啲恨啊！但係如果決定去滾咧，你老婆就一定知，咁你從此以後就會被折磨死，任你揀。咁又唔會係嘛？老婆未必會知噶噃。各位男士。我幾十歲了，你一定要相信我，世界上只有兩樣嘢係絕對的，一就是死亡，二就是老婆一定知道你去滾。因為女人呢，原來與生俱來就有隻 X 光的眼，你身體內外的嘢都睇得清清楚楚的。有一次我回家，一時唔覺意將個避孕套袋咗落西裝嘅內袋裏面，行過我老婆身邊，佢隻眼忽然間變咗 X 光眼 ，dead， 誒，翻轉頭再行一次 ，dead， 攞曬個袋啲嘢出嚟 ，OK， 再行一次 ，dead， 西裝內袋嗰啲係咩嚟嘅？嗯，嗰啲係朱古力嚟嘅，朱古力攞埋出嚟。吞咗都唔得，佢隻眼有 X 光眼嘅，就睇、是、通你嘅肚皮。點解朱古力會有杜蕾斯超薄呢個牌子㗎？嗯，影佢啦，嚇、啊、乖啦，影佢啦。你知道女仔叫你影嘅時候咧，係好温柔㗎。影佢咧，影佢咧，我梗係打死都唔影啦。咁你又問啦喎，啊點解男人梗係打死都唔影嘅咧？因為我哋由細至大就見到我哋爸爸認咗，俾我哋阿媽折磨死噶嘛，梗係唔認啦。但嗰次就弊啦，我俾老婆氹到就認鬼咗咯。一認咗之後啊，哦，一啲事都冇。幾日唔出聲，成日望住我，那個表情就喜怒哀樂都唔係嘅，冇事發生。直至到3日之後，我揸車同佢出街，我話：老婆，
今晚你中意去边间餐厅啊？咁嗰只狐狸精中意去边间餐厅啊？唔系，我意思即系转左定转右咁解啫。咁嗰只妖精中意转左定转右啊？唔系，我意思即系今晚你想唔想食咖喱鸡啊？乜嗰只摄青鬼好中意咖喱鸡咩？哦，从此以后每日放工，由头发 check 到落鞋。每张 credit card 着项嚟 check， 每张电话单着个 number 嚟 check， 每日24小时要报到，好似犯人报到差馆咁。老婆啊，我而家放工啦，老婆，我上紧的士啦，老婆，我翻紧嚟噶啦，老婆，我过紧斑马线啦，老婆，我俾车撞亲啦，哎，老婆，我跛咗脚啊，老婆，我夹紧翻嚟噶啦，老婆，我爬紧出楼梯啦，我迟几分钟，你唔好嬲啊，老婆，我爱你，原谅我，跑埋出之咪就咁样，我老豆就咁样折磨死噶啦。咁所以男人咧就好惨嘅，咁你话女人啊唔惨啊？女人，我話俾你聽啊，其實啲男人係小心啲先聽添喎，仲慘，因為原來每一個女人咧都有四大需要嘅，世界上係冇一個男人可以滿足曬女人啲四大需要嘅，冇。咁你話唔係啊？咁啊鬼唔知啊！男人梗有四大需要，冇一個女人可以滿足曬佢四大需要咯。係，但男人多想外邊噶嘛，佢滿足唔到。佢喺外面搞掂佢咯，但女人就真功咯，惨咯！一旦嫁咗一个老公之后，佢一世就要对住呢嚿咁嘅垃圾。一旦满足佢唔到咧，佢冇晒苦啊嘛，好惨噶嘛。所以好多时咧，我觉得如果我系女人咧，我就有个梦，你可唔可以让我发一发咧？如果我系女人，如果呢个梦成真就好理想啦。我一定有四个同时有嘅男朋友。第一个系可以满足我嘅经济需要嘅，只要我话我要支票就到手，完全唔问逻辑嘅。我要 LV 手袋，哇万几蚊个吧，我要即俾。我要海旋门，哇30000几蚊只吧，我要即俾。哇，咁佢冇得顶啊！唯一能够做得到咁嘅男人咧。就梗係一個頭髮甩曬，變曬地中海，個屁股皮都巢埋嘅，通常我哋叫做契爺嘅男人。咁啊，好簡單啦！一要佢，我要寫完支票，錫一啖額頭，趯佢走，佢唔會麻煩你嘅喎，因為佢想做都唔得啦，咁老，最緊要唔麻煩你喎。好啦，第二个男人呢就更需要啦，就唔知点解啲女人呢好鍾意需要有一个管家型嘅男人，就係随传随到可以同佢整晒啲水喉啊，整埋电灯啊， set 埋个录音机，尤其是 set 个 timer 同佢录大长今啊，因为世界上冇一个女人係懂得用个 timer 啊，你知啊，咁有同感啊呢个。咁啊，仲有呢個管家型嘅星期日，又可以同你帶埋你啲仔女啊！如果有個話，話爸爸媽媽要帶埋佢哋出外面飲茶咁好嘅。咁通常做得到咁樣嘅男人咧，就一定係一個醜樣到無倫，好似8两金咁上下冇人要嗰啲咧就得啦。我哋一個咁樣嘅，第三個呢個最難啦，就係床上功夫要好嘅。咁但係你知道啦。男人呢除了初認識你的3日是對你熱情之外，第四日就死蛇爛鱔咁變到，咁咪點可以滿足你呢？唔得，所以你要24小時都可以滿足你嘅，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去深圳嗰度揾只鴨。而家深圳嗰啲鴨呢就仲平過深井嗰啲鴨。而且咧，就個個都識跳 Tango， 個個都 Tom Cruise 咁嘅款嘅。你有冇留意到啊？個個身價嗰啲都行路好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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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咁嘅款嗰啲啊，咁行路嘅，咁都行路嘅噃。好啦，一有需要
即刻打電話叫佢過嚟，大戰十八個回合，數幾百蚊俾佢走，賺死啦！乾手淨腳嚇嚇，唔夠，即幾錢啊要？嗱，你上一次揾過幾錢啊？千二啊 ，OK， 咁啊千二都抵啦，你千二你乾手淨腳啊嘛，唔趯佢走。好啦，最後咧最難就係呢種男人啦，第四種。就是能夠不斷咁24小時聽佢盡訴心中情嘅，因為女人咧係一個好多嘢餓嘅動物嚟嘅，佢乜嘢嘢都唔係幾滿意嘅，即係唔係太大啊、太細啊、太高啊、太矮啊、太熱啊、太冷啊，佢對我唔住啫，我對佢唔住啫，總唔知大家對唔住啦，哇！反過嚟有東西喎，咁咧佢。佢哋最需要一個男人咧，係總言之聽佢嗒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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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聲都唔答，最多敢唔敢答？嗯，係，你啱，咁得噶。世界上有冇呢個男人咧？冇，因為男人只能夠聽兩個字就走噶啦。早晨咁咪走啦，有時講咁多嘢，明唔明啊？好啦，喺邊度揾呢個男人咧？佢一定係一個同性戀嘅男人。你有冇留意到同性戀嘅男人啊，同另外一個男人講嘢嘅時候咧，一句聲都唔出嘅，好有耐心，慢慢聽對方講嘢，一路鋸佢啲手指甲。嗯，你啱，啱曬。聽完之後，佢就走去揾第二個男人噶咯喎，佢走去揾第二個男人噃，佢唔會打攪你噶咯好噃。咁俾人頂啫，係嘛？好啦，我夢開始啦。如果有曬呢四個男人咧，我作為女人咧就賺死啦！一擘大隻眼，每日先打電話叫契爺，唔該，開張支票，錫大額頭，趯佢走。跟住要管家營八兩金過嚟，先攞住呢張支票，就去買一箱紅酒，一箱南山咖啡。99支心形嘅蠟燭擺曬屋企，咁然後咧就要佢整曬啲水喉啊、燈膽啊，整好曬之後，然後叫佢將仔女、爸爸媽媽帶埋出去外邊飲茶。咁而家呢間屋裏邊咧就一個人都冇啦，咁先打電話叫深圳嗰只鴨。通常叫做 Johnny， 咁黃江嗰度飛車過嚟，一過嚟先點著99支心形蠟燭，同佢嘆支紅酒，咁就喺99支心形蠟燭燭光掩樣之下，同佢跳翻幾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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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戰18個回合，直到筋疲力盡之下，數幾百蚊俾佢趯佢走，乾幾錢嘛？數1200蚊俾佢走，嚇、啊！乾手淨腳。當你筋疲力盡嘆埋紅酒之後，然後最後先打電話揾嗰位同性戀嘅男朋友過嚟，同佢慢慢嘆一杯南山咖啡，一路講曬今日所有嘅嘢俾佢聽，一路講到通宵。盡訴心中情，咁啊賺死啦！咁你話，唉，乜嘢？呢個夢嚟嘅啫喎。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呢個真係夢嚟嘅。我想提醒各位女士咧，夢就有啦，冇一個男人可以做得到四樣嘢嘅。所以咧，男女關係啊，係好難相處得耐嘅。如果萬一你真係有，你逼到嗰個男人真係做得到呢四樣嘢，嗰、那個男人咧？其實咪受緊折磨咯，咁咪折磨死為止咯，是打佢死嘅啫。你明唔明我意思啊？鬼唔知 Michael， 講咁耐，我而家使你教我咩？梗係困難啦。講嚟講去都未到秘方。要男女關係永久，白頭到老，好簡單嘅啫。原來男人同女人咧，大家都係有手有腳，就以為好相似，其實咧就完全唔拉更嘅動物嚟嘅。女人今世。都不會明白男人剃鬚的時候的過癮法，或者男人今世都不會明白女人生仔的時候的感受，
就算你爱因斯坦你咁聪明，你都唔会明噶啦，你冇办法明嘅，你要认而得。原来男人就好似，譬如话一只老虎，佢一定要食肉嘅，冇得解噶，老虎一定要食肉。女人就好似只牛，一定要食草嘅，冇得解噶啦，唔好问点解，总之要食草。好啦，一只一定要食肉，一个一定要食草，咁啊大家分开又冇事啦，摆埋一世，住埋，结婚，撑到行，冇得搞噶，杀死。咁啊，但系你话点解佢哋拍拖动物园就得咧？吓，点解嗰阵时就得咧？因为嗰阵时大家都戴晒个面具，嗰只老虎咧就诈诈地地咁啊食些小草。嗰只牛咧就炸炸地地咁啊食些少肉，咁啊大家炸炸地地咁啊点咯，系咪？最紧要呢、這个，一旦结咗婚或者住埋之后，哦，抌晒啲面具，只老虎就话：你打死我啦，我一定食草噶啦。只牛就话：你打死我，我一定唔食肉噶啦。咁啊撑到行，冇得玩。用做生意嘅名词嚟讲咧，呢、這个就叫做货不对版。拍拖的时候那个就是板，后来结了婚同居之后那个就是货，一不对板就没得玩的了。譬如我老婆咁，初初跟她拍拖的时候呢，她知道我喜欢吃咸鱼白菜，就餐餐跟我吃咸鱼白菜，就告诉她听，那我们就会活到104岁的了，那104岁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摇椅上面摇下摇下，一路唱阿 Lam 那只咸鱼白菜都好好味。哦，一结咗婚之后都唔够三日啫，即刻啲菜单就变晒鸡鹅鸭、肥牛东坡肉、鹅肝、咸蛋炒大闸蟹。我话老婆唔好食咁肥嘅嘢得唔得啊？哦，唔会迁就噶呢个时候啊。哦，我同你结婚啫，我冇话你可以管我噶噃。You don't control me 。拍拖的时候打麻雀，他永远站在我后面欣赏我牌张，一句声都不出。他说啊，这个叫沉默是金啊。一结了婚之后站在我后面打麻雀，由头闹到尾。你死的，你七同是生张来的，还打、啊、打打来称我起身，自己坐下去打。我说老婆，你那些沉默是金的美德去哪里啊？你未听过罗文的歌啊？知否世事长变，变幻才是永恒。完全货不对版。尤其是啊，当我哋拍拖嘅时候咧，佢每一次带我翻屋企，入个睡房里边嘅时候，哦，嗰阵时间睡房永远就摆咗99支心形嘅蜡烛，喷晒香水，非常浪漫。哇！喺冲凉房出嚟嘅时候，身材是36、24、36，穿着透明粉红色的睡衣，乍眼望落去成个舒淇卖睡衣广告咁。哇！当我扑埋佢嘅时候，佢就话：唔好咁急啦，衰嘢，几浪漫啊！嗰阵时啊，而家我哋嘅睡房咧就摆满咗99包喺深圳买翻嚟嘅虾米、冬菇同糯米糍。整个海美堡咁，喺冲凉房出嚟嘅时候，身材就变咗36、36、36，三条车胎咁。个面咧就永远搽咗一阵白色嘅面膜，就突出两只眼，仲搭住两片黄瓜。个身就穿咗一套喺深圳买翻嚟$100三套用麻包袋做嘅睡衣。嗰條褲啊，就闊到個細路仔穿咗落去之後可以打千秋嘅。慢慢一步一步咁行過嚟佢身邊，上身就完全好似午夜空靈嘅精子，下身就好似個麻包袋包住三個毀咗嘅車胎，成劈嘢咁壓過嚟，仲恐怖過歌星末影。Phantom of the Opera， 锵锵锵锵锵锵锵，嘣嘣嘣嘣嘣，仲扑过嚟锡我一啖。
我说老婆，你可不可以顾下自己的仪表行不行啊？哦，咁而家真系嫌我肥咯噃？你知唔知结婚系套餐嚟噶？好唔好都要啃晒佢噶噃？咁即系而家算点啊？净系食牛扒，唔肯啃个面包啊？完全货不对版嘅。所以我想忠告各位女士咧，你要记住。以前你吸引佢嗰啲条件啊，你而家仍然需要嗰啲条件嚟吸引佢嘅，你记住，你千祈唔好以为以前你系舒淇卖睡衣广告你吸引到佢，而家咧就麻包袋包车胎，你又吸引到佢，唔会噶，嗰啲衰佬咧就越嚟越夜翻屋企噶啦，咁就你明唔明啊？越夜翻屋企咧，你就越失信心。越失信心咧，你嘅心就越急，就变咗我老婆咁咧，就晚晚喺屋企等我翻嚟，就等通宵。点解而家晚晚你都咁夜翻屋企嘅？我老婆，我答应同你结婚啫，我冇话你要管我噶噃。You don't control me， 啊？咁你以前又话唔去滚噶，啊？你都唔去滚噶。知否世事长变，变幻才是永恒。我唔可以接受呢态度，我永远都唔可以接受呢态度。你唔记得婚姻套餐嚟噶，好唔好都要啃晒佢噶噃。哦，咁即系而家点啊？吓，净系叫牛扒就唔肯啃面包啊？所以大家记住咧，其实婚姻嘅秘方就好简单嘅啫，只老虎。永远都要炸炸地地，就要食啲草。咁只牛咧，永远都要炸炸地地，咁啊食啲肉。大家互相炸炸地地，炸炸地地就好容易就过埋呢一世，就白头到老噶啦吓。但我老婆仍然都问我噃，佢话：哦，原来你唔中意食草嘅，你成日炸炸地地嘅咋？一世都是这样，那你不是呃了我一世？我说老婆，我只有一世的而已，就我来呃了你，你满意未呢夫人？我爸爸就话
在香港将会暂住一年半载嘅啫。点不知我哋眨下眼就住咗一世。我觉得世界上最美丽嘅地方就是香港，所以我曾经写过呢一首歌是歌颂香港嘅。今晚我想送呢首歌俾所有以香港为家同埋为香港而奋斗嘅朋友。看到天安点点亮光，气冷却夜灯在香港，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梦无恙，回音欠存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只是此处此模样此模样。各位亲爱的朋友，世上无不散之筵席，但在我哋未曾讲再见之前，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最紧要记住，老虎永远要食少少草，炸炸滴滴；牛一定永远要炸炸滴滴，食些少肉。咁大家炸炸滴滴，炸炸滴滴，咁就好容易过埋呢一世白头到老噶啦。你一定要做得到呢点，如果你做唔到，你就会好似南非总统孟达拉 Nelson Mandela 咁，坐咗27年监，挨进无穷蛇虫鼠蚁。佢对全世界讲：佢我顶得顺嘅，挨进无穷肚饿；佢我顶得顺嘅，挨进无穷嘅酷刑；佢我顶得顺嘅。27年之后，佢出监，马上成为南非的总统，亦都马上结婚。6个月之后，他宣布离婚。对着全世界说，我顶我老婆不顺啊！Thank you! Bye bye!